听说在愚人节结束前的12点告白的话，成功几率会很高哎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跟小晴告白啊？你都喜欢他很久了。不要啦，小晴不会答应的啦。怎么可能？班上那么多女生喜欢你，看你像小何啊。小何，不重要，反正赶快趁这机会跟小晴告白吧。那如果失败了呢？那就愚人节快乐喽。好啦。班上那么多女生喜欢你，看你像小何啊。哎，你昨天有没有跟小晴告白啊？有是有啦，但是我看，你不是小何啊？对啊，我传错了。这还能传错？很棒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，感觉会伤他的心。反正小何也不错啊，而且只有一个月，你就试着跟他交往看看嘛，对吧？知道阿里不是要对你告白，干嘛答应他啦？我真的很喜欢阿里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高兴。你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着想？偶尔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。Thank you.
师。谢谢你。